脚底有人体重要的75个反射区。足部的养生效果往往要比其他地方的效果高出好几倍，而白醋可以增强血液循环，激活和强化各种器官，长期坚持可以治愈很多慢性疾病。白醋泡脚好处多：一、防止脚气，用一个大盆倒入没过脚的白醋，持续一个礼拜再换新鲜的白醋，这样坚持两个月可以妥妥的去除脚气。每天用9度的白醋泡脚半小时左右，泡完之后自然风干即可，坚持6个月即可去除灰指甲。三、消除疲劳，用白醋泡脚不但可以带动脚部的血液循环，减缓脚部的疲劳，还能促进脚部的新陈代谢。四、帮助睡眠，每天坚持用醋泡脚半个小时，可以调节神经的兴奋性，梳理紧张的神经，调和经络和气血，长期坚持可以大大的改善睡眠质量。五、减缓压力，经常用白醋泡脚可以缓解脚部的肌肉紧张，由下而上起到一个解压的作用。六、滋润肌肤，醋泡双脚坚持一个礼拜即可发现脚部的皮肤变得光滑又滋润。七、强身健体，通过醋泡脚可以增强血液循环，因为醋可以渗透足部皮肤，激活和强化身体的五脏功能，帮助人们清除体内垃圾，治愈很多慢性疾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